这是粉丝寄来的一款拼图，据说难度等级是八级，只有四块，有这么难吗？好吧，我就用四分钟搞定它。先看这些拼块，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，而且拼盘也是对称的，那我拼好之后的图形一定也是对称的了。行，这拼图有点难度，我是按照旋转对称来拼的，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没有问题。这个空间看着挺大的，怎么放不下呢？哦，我可能要换个思路了，不能再按照对称来拼了。这次应该没问题了，这个角现在就多了一点，再调整一下这两块。哇，终于搞定了，这四块拼图快把我整崩溃了，我去，用了这么久啊。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，你们看这个图案完全没有规律，我之前还猜测它是对称的，看来是我自作聪明了。